况的朋友及时的拿出手机啊，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展我们大屏上的二维码，关注我们中国新歌声，了解更多的赛事动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波仔。评委老师好，现场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十号选手，我叫波仔。很感谢今天建哥从百忙中抽出空来接我来到比赛现场，因为我家在农村嘛，比较远，属实不方便。然后建哥听说了这个消息，然后他说这个费用来接我，很感谢。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叫《一言难尽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Yeah.